今天星期天，很热血的画面来带您看到路跑的活动，现在非常的夯。而在高雄，今天早上有一场相扑力士的路跑活动，有好几十名百公斤的相扑力士是穿着比赛的时候才会用到这样的腰带，直接就上路爬造。虽然有一些害羞啦，不过这场的相扑路跑增添了不少趣味。全民风路跑，连相扑力士也来暖暖身，百公斤的壮硕身材穿上腰带跑起马拉松，让人看了好害羞。不过力士们似乎习惯了，反倒很大方。这样跑会不会担心要下来了？因为有绑紧，穿这种裤子跑会不方便，因为这种是比赛在用的，所以平常我们还是一样穿运动裤在跑步。而这场路跑活动很吸睛，因为不少力士可都是第一次参加，难掩紧张心情。其实这场活动是为了今年8月底的相扑比赛做准备，提前加强训练。很紧张，第一次做这个路跑活动，很紧张，会有点担心啊，就是还 OK 了。虽然这场相扑路跑活动只招揽不到10位的力士参加，不过也在马拉松队伍当中格外吸引人，也让路跑活动增添许多新鲜感。记者马玉文、王玉成高雄报道。